树林灯会在我们这边已经是22年了，从我们海明寺、镇南宫还有宫所，一直以来变成我们树林的地方特色，希望说有个带状性的节庆的感觉。新春绽放欢乐氛围，每逢元宵佳节，对于新北市树林区的居民而言，最期盼的莫过于树林之美新春嘉年华灯会，为龙年带来满满的喜庆与热闹，也开启一年好运的美好序章。我们跟区公所啊连在一起的，哦，你在前站后站道路上都有灯会，已经开始了。但愿上天保佑，哦，国泰民安。每逢龙年呐，我们希望都能够带领大家来这个舞龙，我们叫做龙行天下结善缘，佛光普照满人间，啊，有这样的意义。好，所以我们今天特别带过来呢，来参加今天的点灯祈福。神农显瑞国运昌，四龙通商皆心养，天地祥和，民安乐，感恩行善福寿康。疫情逐渐趋缓，树林灯会再度盛大举办，镇南宫内更加热闹。庙宇前方不仅有大型花灯，还特别举办生活创意彩绘班和颜彩班的联展，师生共襄盛举。此外，庙内更是悬挂500多个由树林区学生亲手绘制的彩绘灯笼，营造出一片美丽绚烂的灯海。我们怎么样来做比较好？像下面小朋友画的那个灯笼啊，它是传树林拿出来的啊，最好的有奖的，来送到镇南宫给来参拜的人都可以看，他们也很高兴。我们很多年都有来看，觉得蛮喜欢的，所以都会来。我有看灯，很漂亮。海明寺特别在大殿前广场摆放着12生肖花灯车和龙年吉祥园区。园区内设有祈愿树和16罗汉尊像，傍晚时分由住持明光法师亲自主持，带领众师父及居士们共同举行洒净祈福仪式，让民众亲临现场感受佛祖的庇佑。我们也特别请大家到海明寺山上来啊，因为海明寺呢，我们大殿下面几层的工程都已经完成了，经过大家的努力，所以我们今年祈福的地方呢，就是在五方佛殿，这里面就非常庄严，有供奉了有五方五佛，也希望说带给大家呢身体更健康，家庭更和乐，事业更有所开展。地方的盛会我们不放弃，不论再怎么辛苦再怎么困难，所以也陆陆续续吸引了很多的团体共同来支持这样的一个在地的盛事。每年树林灯会都有办一个绕境仪式，那当然我们这些志工们呢一起来共襄盛举啊，希望为地方啊大家一起带来欢乐声音。就有这款的活动哦，咱会当阁继续甲延续落，算讲对地方哦有真好的一个意义啦。第一次上到这边，以前参加是在半路，我们就回去了，觉得大家很踊跃参加，大家都很高兴。与往年有所不同，今年采用车行绕境的方式，队伍由海明寺启程，沿着树林区主要道路前行，绕至树林车站四周围，最后抵达镇南宫，圆满回向，沿途为众生洒净祈福，为当地民众增添更多希望与祥和。今年呢，车行绕境呢也特别用心，总共有将近有12部的啊花灯车啊，将来进行这个绕境。在那边也祝福大家呢，身心自在，福慧增长，家庭和乐，事业顺遂。透过灯会活动，希望可以保留传统文化的气息。未来新北市树林区公所将携手海明寺和镇南宫，
共同规划更多丰富多彩的社区活动，让民众们在欢笑声中共度美好时光。树林灯会。